来对他审判一下。大铁锤，十亿强击，啊！超霸头，伤啊！我打，完全看不到他伤害。哦，哦，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很生气。哎哎哎哎，有希望了，感觉。黎恩，未来的希望就放在你的身上。等等，还有一个惊叹号，不过我想要现在就夜长梦多啊！8900直接干掉他，黎恩，我砍！呜呼！解决了第一窝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？消失，你赶快消失，你赶快消失好不好？你不要消失，你不要不消失，你不要不消失，求求你！这种话。哎哎。哦呦呦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！干嘛干嘛干嘛？赶快消失啊！快，不要阴魂不散！因为我感觉他好像要不见了，应该没有感觉错。拜拜拜！哇，全倒！呵呵，猫咪还是站着。鉴于此，啊，原来如此啊！是吗？必牢记在心。哦。巨硕力量的碎片，他说是碎片，所以代表不是完整的。既是足以吞噬世界的火焰。密室。噩门什么意思？生命。要干嘛？被传送？没有被传送回去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来这边接受试炼。可是应该要获得一些什么？要干嘛了？什么？噩门。噩门。传送到心里，每一个人都有吗？啊？猫咪的声音？那是猫咪的声音。猫咪。嗯。忽然间有了，我猜一定是那个猫咪。好好的看到最后。最后浮现的文字跟那些文字跑进了哪些人的身体里？回来了。异变结束了吗？大家都跌倒了。呜呜呜！角度小心。什么叫角度？没有跌倒的角度啊，如果头撞到地板就不得了。我们在做梦吗？大丈夫みたいだな。驚かせるな。呵呵，你们什么都没有获得啊！哎呀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已经获得了超猛的力量了。大家都。刚才那一句，对啊，有没有个解释？おそらくは何かの幻視、現実では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。幻觉？ですが、幻覺打了那么。試練に打ち勝ったのは確かみたいです。哇塞！什么？我们中了阅读？何よりの証拠でしょう。就像是幻术一样。教官と先輩方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、もしかして異変が収まった。異变对啊，哎对啊，刚刚没有注意到，他们都在这里，代表异变消失了。可是虽然我们身后的门感觉也怪怪的，就是这个旧消失还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旧消失。上帝也不见了哦。ちゃんと調べてみ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けど。旧校舎内部も今まで通りに戻ったみたいだね。恢复到跟以前一样。そうですか。
恢复到跟以前一样，你确定吗？后面这个门还是闪闪发亮啊。还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啊。还是单啊？为什么学员机？我们要学员机？こいつはあんまりだろう。た、確かに。再び。どうや。もうサラ教官。え、ルルルルルルル。うん。セラビ。明日の学院祭は無理でも、今日の学院祭なら開く。ああ。サラ教官。そういうことさ。过了十二点啦。吓死人啦。もう日が変わっていたのか。びっくりした。サラ。吓死人。吓死人。吓死人。現在の時刻は零時二十分ね。十二点二十分。言いつけもあるし、今夜はとっとと。本番はあくまで今日の午後。ステージでの出し物でしょ。我们成功的抓住今天啦。はい。はい。はい。那就一起冲个澡，早点。嗯。门要碎裂了，快逃啊！那个是原本有宝珠的。对啊，那个宝玉不见了。我还想这是到底什么门，原来是那个宝玉的。什么旧校舍恢复正常，代表他们一样是走到最深处了，不是吗？嗯。开了，后面会有什么？我的，究竟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？还没结束，但感觉应该是获得这种巨人无头骑士，没有有头，好帅哦！刚才打的那个钢弹，刚才打的那个吗？不是吗？感觉比较帅啊！哇塞！钢弹，哇！哦哦，后面被那个肩膀还有导力炮，超强的火炮啊！这个太帅了吧！什么？等一下，启动这个东西了吗？什么？所以这是可以控制的吗？使徒？什么？所以可以？所以我们是可以驾驶使徒的人吗？真的假的？他是初号机。甲零级学生，我们获得了440，所以那就是初号机。什么？哎、有头骑士？太猛了！天哪！所以这也太神秘了吧？所以它的启动者就是可以驾驭这种机器的人。所以他才一直警告，就是说这个力量非常之庞大。天哪！每一个人都可以操控啊，还是而且这么庞大的机器人，这种感觉是上古也不是上古时期啊，就好几百年前在那里，他不会生锈或是什么的。到底是哇、哦，这各种神秘啊！然后现在这居然很悠悠哉哉。每一个人家长都来了，无论是军人还是市长还是各种职位的，都还是放下手边的工作。Welcome！闪之轨迹外传，闪之钢弹！天哪！没错，刚刚是机甲骑士卡利斯。来了！哦，哇哇！嗯，应该可以表现的跟演练一样吧？不同的地方，顶多就是多了满满的观众。哦，这才是门槛最高的地方呀！哦，都到这个地步，就给我乖乖认份吧。女人就看胸襟，哦，胸襟，好好说，要
要卖力除 miss 那些男生。阿静，你们如何？没问题，除了要跟我们一起之外，这句话是我要说的，哈哈，看来大家的状况都很好呢。好，我都看不出昨天晚上发生的那种事情。是啊，那个机器人灰色的骑士像啊，骑士像，他到底怎么样的眼睛跟脑袋会觉得那个是骑士像？那很明显就是还可以动的啊，关节部分也制作的相当精致，不像是单纯的雕像。为什么会觉得是雕像？很明显就是一个机械啊，的感觉可以动啊，感觉跟恐怖分子可以兵器一样会动起来，一定会动啊！就是、会动啊！问题是什么人又为了什么样要放在那个地方？至少是数百年前，数百年前就可以做这么帅气啊！肯定是上溯到黑暗时代吧？我想那并不是用现代的导力技术制作的。不过这样好吗？结果后来全部让教官他们去处理，那也没办法，更何况那已经超越我们处理能力了。是啊，午夜跟妈妈都会来，应该可以跟他们打听看看。反正无论如何，今天就把重心放在下午的舞台上吧。你们的家人也差不多该来了吧？是啊，我爸爸也差不多到了。我也是吧。我们先离开喽，开眼前再见啦。好，就让我来确认一下飞镖吧。今天客人来的够多，看来会比昨天赚的更多呢。飞，那我们就去比吹一吹，欢迎米西。我可不会把得分王让给你的。好可爱哦。我是美差啦。那我走喽，尼恩、艾玛。等一下见，你们两个可不要到其他班级的活动上太过乱来哦。还有克洛，你的赌博要适可而止。你是战术是魔法？我觉得你跟克洛一样。哪有，我们都很好啊。后面还有表演，不可以到摊位上吃的太多。了解，说到。好，点。哦，剩下跟班长。李恩同学，你的妹妹也会来吧？我们大概约了10点，她好像会晚一点到，所以还有时间就是。呵呵，妹妹是那么的期待，身为哥哥当妹妹的护花使者，是很光荣的吧？哈哈，感觉会被批评的一文不值。班长，你是会去文艺社吗？事情都交给社长，也不太好意思。打算跟瑟雷努一起稍微逛一下学院街，这样啊？提到重点了吗？班长，你知道些什么吗？呵呵，不问吗？我跟瑟雷努的事，还有昨天发生的事，哈哈。虽然不像阿静那样，但我昨天也是容量超载了。今天就花个一整天陪妹妹，好好享受一下学员季，然后再一起为舞台表演卖力就好啦。李安同学，而且班长也不可能会知道好久小瑟的所有事情吧？瑟雷努看起来好像也真的是打从心底的感到吃惊。你已经观察的那么深，你一直在观察着我吗？好害羞啊！瑟雷。啊？没错，对于那个地方我并非无所不知，关于那个人像也只是大略知道了一些带点传承色彩的故事而已，是吗？等学员季结束可以稍微期待吗？好的，虽然不可能全部说出来，但某个程度的话是没问题的，能听到那样也就够了，下午的表演就好好的打起精神病。班长果然都是了解一些东西的，打从一开始。我们的自由时间，那么艾莉先生10点会来，好像还有一点时间，就在学院季里面逛逛吧。好帅哟、那个机器！记得乔治学长说要去调查吧，要不要拿一些味道品去调查呢？什么甜食或是派之类，应该不错。去有卖的地方看看吧。班长超正的，我换班长潜力股啊！刚刚这个也拿到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赠送给获得甲零级优秀学生之名的徽章，全能力加75，所有的异常状态都无效，这也太猛了！这让我不想要装这个啦。甲零级是我获得的，当然是穿在我身上啊。